牛年春节马上到，移动客户准备好。辽宁移动推出集五福迎金牛活动，全省客户都能参与，抽取金牛白件、华为 Mate 40 Pro 5G 手机和智能电视服务等大奖，安排的妥妥的。登录中国移动手机客户端或发短信2021到10086即可参与中奖，100%中奖。接着了，说体操大伙肯定都见过吧，空中转体三圈半，难度系数 9.0。 下面这辆小轿车竟然在大马路上空中转体两圈半，这司机干啥的呀？小车路上跑得欢，人行道上后空翻，司机下车得靠爬，警察叔叔把你查。这辆白色的小轿车先是撞上了十字路口的安全岛，直接就腾空飞了起来，落地之后直接滑到了10米开外的人行横道上。事故发生之后，可以看到司机很快爬了出来，民警也立马赶到了现场。请收起。对不起，您喝酒了。也就啊，好美国还是更大点。对不起，给他们来我们关注的水电一直水。慢慢的吹，没停吹，慢慢的吹，没停，你洗到去了，慢慢的吹，你好，没停，你洗到去了，你洗到去了，换到关，慢慢的一起吹哈，你好，没停，没停，老你好，没停，没停，对不起，您喝酒了，硬说自己没喝酒，肚子里面是红牛，对着仪器一吹一口，哎呀妈，这味儿真上头。民警在对驾驶员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之后，检测结果显示为血液中酒精含量每100毫升52毫克，已经达到了酒驾的标准。原来这位驾驶员是一位夜宵店的老板，当天在营业过程中喝了酒，回家途中依然选择自己开车，所以发生了意外，最终被处罚款1500元，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，且暂扣6个月的处罚。这5步挺疯狂啊，咱大伙儿都跟着长点心吧。